天一早起来就准备材料，让大家一早就有个美好的开始。吃完早餐准备上班，少不了我们黑手的专业，让世界持续转动前进。持续转动，也持续学习。我们努力知其然，也知其所以然。知识建构在健全的身心灵上，国人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。幸福得来不易，也需要守护。我们巡逻警戒，守护国人安全，让大家在回家的路上无后顾之忧。我们在现实的困境中追逐理想，我跟大家一样都是一般人，有时会失误，有时会感到挫折，但我们持续努力往目标迈进，实现梦想，保家卫国，祝福中华民国107年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。